来感谢我们古墓群了哈，这个阿南子，来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哈。高老师，好。这个没有阿南子这个群主呢，我们就很难机会在一起啊。再来要感谢的就是我们三十三师了哈，我们这几天哦，这个现场啊，还有这个餐厅啊，都是我们三十三师帮我们跑腿哈，这个都义务的，讲起来就是激活的了哈。来，这是我们三十三师哈。好，我们感谢他，好，感谢他，好，再就是感谢各位了哈，这么大老远哈，从各地方来，而且是下雨天哈，下雨天这个不见不散了哈，可能那就见就散了哈，好，所以大家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宝丰宝丰市场哈，它在五十几年哈，然后六十几年这一段期间，变成了宝丰市场，好，宝丰市场。那这个在清运的时候非常的花，好、哦，那八一呢，我们这里是来说啊，它后面那有一个山的那个星辰啊，把它花掉，建在最后面那个，然后八一刚好八一呢，我当年的时候我也比较去冷静一下，那虽然现在的那个建设一直在扩大，一直在扩大哈、哦，一直在扩大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它哈、哦，这个宝光圣塔。它的宝光组合，它花期的地方就是这边，从这边开始哈。它这一组花也没有错哈。那我们从他们的后山，我们先看过来，看过来以后呢，我们先看它后面这个形成的一个时期，好，然后我们再到前面去。好，我们来讲，这个是我们在看上来讲，它是降雨，不是有这个太极吗？两仪四象都有啊，这个是标准的一个四象，好，四象好，然后呢这个我们清党里面啊，主要讲的就是后面